借力成渝国家战略引擎发展之势。重拾内江、川中枢纽、川南咽喉之名，以政教文化、绿色生态、高铁创新为发展特质的东兴区长江大道两侧项目，将成为带动内江新城发展、形象升级的动力枢纽。内江首个5A 级商务综合体，俯瞰长江大道，坐拥高铁枢纽，集高端办公、星级酒店、会议服务于一体，开启城市商务综合体时代。奢华的硬件配套与至臻的软件服务，树立商务典范。办公与酒店构成统御天际的地标双塔，坐落于有大面积绿地、屋顶花园和河流环绕的商务半岛上，形成一湖拥翠、双塔冲天的商务磁极。优雅的商业廊桥横跨长江大道，左揽商业娱乐购物综合体，右拥高塔 SOHO 公寓，形成区域商业核心。众多时尚品牌和娱乐设施的注入，必将吸引内江高品质现代生活的追求者，成为活跃的商业地标。同时，绿色休闲生活街道也将共同打造时尚新生活、悠然慢生活、人文雅生活的商业体系。林木葱郁的山体浅丘公园，舒展大气的门户广场，恢宏挺拔的地标双塔，以现代高昂的姿态打造地标，创立品牌。舒适宜人的社区空间尺度，以独特的社区空间体验创造品质，引领生活。内江首个居业共生群，内江新城北部副中心。未来，这里将成为内江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，最具魅力的